回来了，崇文啊！哎哎哎，刘大爷，世界都要末日了，还净想着谈内秀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这两天的快递都快把大唐淹没了，谈恋爱谈不谈得成我不知道，我这老腰啊，指定得给折腾断。哎，没事，来，我帮你。哎。金加工厂，无数个独坐在这里的夜晚，等待未知的一切，只有摩天轮在远方转动发光，它是黑暗之中唯一的光亮，好像在告诉我，坚持下去总会有好事情发生，天亮了就会很美的。世界那么大，总有一束光明在等着被你看到。不行，太正经了。哎，不行，太傻了。不行不行，这怎么写啊？哎，太难了。你不用着急，我现在马上往回走着呢啊，别担心啊，你们先吃。做我女朋友吧。天伟，我喜欢你。在遇到你之前，我的生活一直是暗淡无光的，但是我长这么大，我也是头一次遇到能够点亮我的人。我知道你这段时间情绪有点低落，有点害怕七日的未知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害怕了，因为我会在你身边一直陪着你。天伟，做我女朋友吧。虽然我现在给你这个箱子里头一无所有，但是我会努力把它填满的，努力给你想要的一切。天伟，就算命运改写，我还是要你在我身边。
Lexus 邀您共赏，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。